哦，咱这成年未了，对不？都爱受劳碌啊，都爱受苦啊，对不？啊，成年医疗好啊，无？哎，啊，所以较早是有较早解脱了无？所以要了解到哦，不能有那一种哦心态。你是自己的亲人，你还管他什么气场弱、气场强？哦，那你的心都有问题了，那个叫心病，心已经生病了。哦，要知道啊，我们心是清净的，哦，是啊，哦，无量无边，很宽广，很光明。哦，所以歌要多拿。刚才呢，那个前贤很用心呐，一直搬哦，搬到啊呢，古月都要叮咚弯弯。希望各位能够拿光啊，嘿，提哦。嫌麻烦啦，啊，无效啦，迄拢无效啦，嘿，那个叫心态问题了啦。哦，你这样的话当然无效啊，你已经放弃了啦。啊，你假如说不放弃，哦，你一直啊鼓励，哦，你要知道他的佛性啊，哦，会接受，他佛性接受，哦，现在还没有办法显现，哦，那接受的很正常，可是他